就是刚才发动机的前面。这样那就不好意思。化油器这一次。固定好，你说，然后把链条装上去。左侧一块，把它固定住。是链条正好，长短正好。上不上吗？不用加也不用紧。不用加，不用。啊，空调。给我使一个的。但是套上这个。上销不是上轴。销就不好上。上轴，先上轴。万一说这是不行啊，不能盯着这嘛。不，有毛刺吧应该。毛刺，加一个胆片。啊，先加一个那玩意儿。嗯。再用它。加是一个垫片是吧？啊。先加个垫片。这边那里面不劈了吧？嗯。链条。先挑链条。大飞上。链条都算好了这个。对，大飞上以后。真是不好套。对对对，上以后再上轴，轴子加上一个垫片，啊，加上一个垫片，这儿套，加上一个垫片以后，把那个轴往上一放，哎，轴子不套进去了吧？哎，好，可以了，然后套上这个小圈儿，这个圈儿在这车和在这车一样啊，在这车吧。啊，圈在这侧。我昨天我看在这侧。嗯，对对对，昨天装那个。如果进不去的话，南部就敲一下。嗯，对。对，南部就敲一下。进去了。好，进去了，可以了。拿销的。上销。如果削的进不去的话，两边可以削，可以磨一下，哎，磨一下，削一下，把那个削子磨平、磨小了去。别把那个，拿过来拍一下，这个口，哎，这个，哎，对对对，这个口，哎，放削子，啊，进去了，啊，然后木锤，啊，进去了，好嘞，再拍一个这个削子进去了，给南母锤锤一下，然后测试一下是不是在一条线上。
盖子。啊，好了。这时候也是这样。道理一样。就在外面。把它拉到最外边是吧？不是，也不一定啊。啊，不一定啊。对，上这链条，小链条。这个固定放下面放下这个固定说要挡死了固定住了这还有一个，这还有一个，对，这还有一个。下在独家，独家一条线可以啊。那里头工地量的时候阻力多大呀？等于，这个都是下在新湾，新湾不都不活了？没有活了，没得这好的。那是个红的，上湾。那是接的水。往下山，上去。那上面都是满的花叶子，满都糊的雪卷的玩意儿，那花叶子你不得完整了。那都搞得新雪了。哎，花叶子主要还有沙土里面的，不然那是那个这个这个草的不行，这个干不是个车干，这是个车干油。竹竿要是个车干油。哎，那这都多少他妈得烧了？一人多少一个呀？他们家这个呀？哎，你那个自行车不会装的？